这一个网站呢，受害人破千人，那个资被揭露破百人，那这一个网站的使用者高达4万人以上，有4万个人正在交换、正在交易这些猥亵的照片。有大学的篮球的球员，有学生，有未成年、然后有保险员，有军人，有警察，有人夫，这些人有些是偷拍的，这些人有些是在强迫与暴力下被拍下这些不堪入目的影片，他们都会把影片的一些截图呢放在上面，那有人要的话再以私讯的方式来做买卖，仅仅个资，连他的生活习惯都在上面变成他可被交易交换的标签。在上面看到各式各样的职业别，他是无差别的网路性霸凌。这么严重的问题，我们的政府机关居然回答说，哦，他的网站架设在国外，所以他关不掉。这4万个人依然用着每一个人心中的痛呢，在做所谓的交易与交换。109年9月提告到现在也快到半年了，好，北检没有任何处理。那余贤又这样子公然的直接讲说，他有移民的计划。那我们担心这个部分再继续搁置下去，好、受害人没有办法取得他应有的公益。有一些受害人想轻生，然后有一些受害人他们因为是年轻的事情，但是目前家庭不谅解，所以婚姻差点破裂，让受害人就是到现在啊半年的时间以来身心俱疲，好、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应对这些相关的事情。